我是高雄广运列车党的402次，中华道银行资本的蔡鲁哥讲。交会，我是高雄列车党的2010年5月15号，汐止站北6:27上班车次，刚刚是402次，中华道银行资本的蔡鲁哥讲，而且十二次嘛，然后这班是11:20就要依然线，可能北回的用8888上二道小城哦。ECU 单电话加折叠门就是这个，这个吧。下面一个马扎门，这都掉门的这个门，西站是银行。开启车门，牛郎，拜拜。